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游戏爱好者贺慈。今天呢，还是为各位小伙伴说说这个神爽妹。听说呢，最近这个海王神爽妹又表白向日葵小班仔仔了，而且呢，还说自己申请加入向日葵小班，只要仔仔同意，他就能加入向日葵小班了。咱们先抛开前面不说，就比如说这个神爽妹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海王。首先最开始呢，表白神爽爷，然后呢，再表白顺居爷，再然后呢，表白白鹿，再到现在表白仔仔。不过后来呢，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再次表白向日葵小班仔仔，但是吧，仔仔根本就没有同意神爽妹的表白，但是呢，这个神爽妹也没有因此停下来脚步，反而是继续发视频表白向日葵小班仔仔。但是吧，你表白就表白吧，你看看你视频中那个态度，就像一个绿茶一样，好像仔仔非得同意你一样。来上原视频。哦，你们好呀，我是神爽妹，裙子我已经买好了，我现在就穿给大家看。其实我是专门穿给向日葵仔仔看的，因为仔仔哥哥说他最喜欢这件裙子了。仔仔哥哥，你看到我为你付出的一切了吗？所以你现在能接受我了吗？现在你只能接受我了，因为我回不去了，因为神爽爷他们也不理我了，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人了，仔仔哥哥。仔仔哥哥，你带我回家好吗？神爽妹满眼都是向日葵仔仔。这部还没有完，这部刚发完这个表白视频嘛，这个神爽妹也不管人家仔仔同意不同意，然后呢就是申请加入向日葵小班。你说你申请就申请吧，好好申请吧，你看你视频中那个态度，好像人家向日葵小班非得让你加入一样。来上原视频。向日葵，我神爽妹的名字已经想好了，只要你们一声令下，我就改名字。还有谁说我不敢跳皮卡多的？皮卡多这种地方，那不是随随便便跳上去跳舞吗？向日葵的仔仔哥哥也是说准备接受我了，我马上就会成为向日葵的一名女成员了，也是唯一一个女成员哦。到时候你们瞧不起我的，你们就走着瞧吧。今天正准备改名字的时候，发现我的名字被占用了，难道你们真的不想让我加入向日葵吗？你们是阻止不了我的，因为我还有我的宝宝仔仔，向日葵仔仔。今天我为你染了粉色的头发，你看你还喜欢吗？仔仔哥哥，你一定要邀请我进入向日葵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进去，因为我进去了，我们就能天天见到面了。你们就放心吧，我神爽妹迟早是向日葵的一名成员，我神爽妹就是向日葵的唯一女成员。我知道现在有的小伙伴看完这些视频已经很气愤了，没想到这个神爽妹毫无底线，简直就是一个海王和绿茶的合体版。我知道现在有的小伙伴就该说了，从没见过像神爽妹这么恶心的女的。唉，没办法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